特殊的年代出了特殊的故事，在这个状态下艺人只能说是哭笑不得。看明白了吗？还是没怎么看明白。那你是没怎么看的是啊？就大伙都看明白，怎么你没看明白啊？我这不懂啊。这有什么不懂？茶馆说相声吗？茶馆说相声，我还是没怎么看过。没赶上是吧？没赶上啊。也对，你小啊。您不也没在茶馆说过吗？您呢，让我看看。咱不是他们单位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就说您在茶馆，您啊使一段，让我看看。啊、对，让我看看。老有我的事这里头。刚才有一个那个艺名叫大骨妞的那老头。我。你看他在，他要在我就说一个。我找找。您等着，我找他去啊。喊那大骨妞去。对，大骨妞呢？大骨妞。哦。这伙计能耐大了，文武双全，得会三碗酱，杨家酱、薛家酱、呼家酱，书词里边要兑水，你要是能听出来是什么，我死去。爱听中来雕口啊准，不行就换一段吧。